起来到处被呕黑啊啦，然后所有的动力，刀哥又回来了，哦，正在读取了，读取了，读取了，我在读取啊，我在读取啊，哦，看刀哥上去就马上被喷了。我那个身上装备没有坏，基本上我直接不会。哦。在助手在喝。我也在打助手，打的啊，小心不要让他电到掉。助手是运动员。我没有用反弹枪打，你怎么用砸啦？远一点也没关系啊，不用太近。他卖爪的狼二啊。我出去卖少点三米狼，真的助手打掉才能打吧？啊，几个啊？新同学没打，你要打、啊？你要拿散弹枪打、哦，不是不是用咬的哦。我这个放开了，我看。不错不错，打完打完，又起来了吗？我可能想买啊，进了个副吗？这些啊，里面里面第二阶段，练几张啊？以外怕掉，有人怕怕掉，以外，可能掉掉，哎，有人怕掉，可能挂掉，哎，我都改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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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出来啊！我发蓝色管理控啊！好爆啊！看我看多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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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谁要在那边跑、啊？不不打、啊。无、啊，阿无无米啊。够够够！够够够！够够够够够！
停住了，别出来啊！要死者，要死者，要死者！没关系啊，这个我咬定了，不怕，不怕我们。死神，散弹枪死吧，死神。对啊，那个有发光兽，一下、啊、一两下就是挂了。对，不用用咬的，咬的太慢了。哎，是特别比那些天龙的质量啊，这个是八分之五在吃。也大，你那个他的头在前方。哎呀，挡住啊！那怕我怕你。倒了，倒了，倒了。为什么我觉得这是比较轻松了一点？都会玩啊！可以来一斤斤斤啊！啊，我上次到底怎么死的？真的是哦。没死人，我。哎呀，我被死神围死啊！别忘记吃巧克力哦！如果真的血不，炎龙血不够的话。对吧？我们刚刚做他这个时候，好逗啊！逗啊逗啊逗啊！这地，你那么快 ？QQ 你要不要？你 QQ 要不要叫死神？你来点呀！那个零四二，你要是有时间的话，就来王的背后有一个那个文件。找时间啊，王的背后正背后，那个柱子那边有一个文件。那单机不是可以拿的？单机也是可以拿的。只是单机的话，你要是一过飞升，它就不见了。在搞起一堆炮尾豆，进来了！哦，到到到到，下次也是有。我要进，我要进，应该还要再一次。再两次吧。怎么了？在哪里？我进，下次能打。
干。果然还要再一次。有路你抽？有啊，当然有路啊。小哥，你不要去了哦，我还没死。啊，不吃，不要吃。我一直有你在咬我啊，我不打我怎么？我你要咬一咬了。哎，发光兽系，我的发光兽破了，它是不是被电下来了？怎么听那个波啦？你听的么？你正在要着？倒了倒了，要倒了要倒了，还真虚虚耶，不可能会倒。还有一只、欸、还有出老木街，他推起来光了。倒了倒了，给你死，我死了。哦吼，过了过了。哎，不可以，可以写到派克枪哎，过了，写到派克枪是吧？你还可以写到派克枪哦。哦，哎，有点弟弟吗？有点可惜。没有文件，有点可惜，没有骂完的哀嚎声。对啊，可以啊，咱准备套一套。对啊，这个就这里就是灭绝预告片啊。